师，今年大二，大家来到这，不知啦，大家到底有什么的心得呢？要介绍今天的手艺之前，咱赶快先来复习顶礼拜所讲过的手艺。今嘛，请大家对我大声念：细脚唔抱，大脚叫好。大家爱念较大声的哦，咱再来一遍：细脚唔抱，大脚叫好。今礼拜咱们讲的俗语是：未上三寸水，就买白灵船。白灵船是旧月一个参考方向，买白灵船。雨水的深度要到一定的标准，水位无够深，就算足侪人做伙来爬，灵船也是袂沉袂重。这和咱处理代志嘛是相同的道理。有的人敢若有戆胆，明知影家己的条件无够，煞偏偏。做超过能力限制代志，若代志处理无好势，阁会将家己搬到外面全白花，全部无彩工。所以，即句俗语是咧教导咱处理任何的事项，爱明白家己的能力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再有好的心情。好，今嘛咱就甲这礼拜俗语学起来，请大家对我大声念：未上三寸水，就买白灵船。大家安尼快大声来哦！未上三寸水。就买白灵船。咱再来一遍，未上三寸水，就买白灵船。这学期大家到底学什么？到这要先做一个结束。真多谢各位的